情行动慈善基金致力于教育、帮助和推广情绪健康的信息，令情绪病在社会上得到更大的关注和回响，期望大众能够多接触、多认识情绪病。3月26号心情行动卖期筹款，请慷慨解囊，请大家一起支持心情行动，请支持心情行动第一次卖期筹款。